是要这样，而是应该这样。那年轻人不该站着老人家的位置，这个位置给老年人或者有生育有带小孩的。累了也需要坐啊。你不必要故意要跟我抬杠好不好？人家让位给你坐，你就不要再赶人家。后面他不舒服啊，为什么你？那他没有讲话，不代表他不会讲话啊。那你坐捷运呢？没有坐，不爱坐，在那边叫什么？你那个不是不爱坐，你在讲什么？不是啊，后面他不舒服啊，为什么你？他没有讲话，不代表他不会讲话啊。但是我不是啊，他不会讲，他没讲话，不代表他不会讲话啊。